票吗？现在还有吗？对号座它的配位没有那么多，所以目前是都没有。想买高铁票，柜台买不到没关系，走到售票机自己买。但没想到答案还是一样。但时代不复我。有南大生想从南港搭高铁到板桥，就是看准大学生优惠，票价最低只要35，还能省时间，但就是买不到票，大喊不方便。你会为了省时间搭高铁吗？如果赶时间的话会。高铁的时间比较固定啊，那如果相对于台铁。我们实际到高铁站测试看看，从南港到板桥显示车票售完，但目的地往后一站到桃园却是有票可买。难道高铁真的有空位不卖票吗？它区间太短了，所以配位比较少。高铁回应不是故意不卖你票，而是短程车票配额少，当天已经卖完，而且车票会保留给中长途旅客优先订购。想要从南港到板桥，你可以选择搭高铁，时间最短只要18分钟，但是票价最贵，要收你70块钱。或者是呢，你也可以选择搭台铁，虽然时间多了一点，但是票价最便宜，只要24块钱。或者是呢，你也可以选择搭捷运，虽然班次最密集，但是却是最耗时。如果真的赶时间，非搭高铁不可，其实购买自由坐车票就能上车，但缺点就是没有低价优惠。消费者精打细算，想要省时还要省荷包。消息会也建议，高铁应该要让配票更有弹性，才能兼顾短途与长途的旅客需求。记者吴俊俊、洪俊伟台北报道。